拖鞋呢？我找个东西去。鞋掉了，就剩一个小钉搁那块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拱啥呀？啊！减肥了这回。哎呀，没踩住脚。鱼，啥也没有，没有吃的。是那鞋都要掉了，你还挺费鞋的呢。那鞋咋给你脱下来呀？啊？在这闻啥呢？闻。啊！没有好吃的。怎么能整下来？再给搭上了拖鞋，都刨着你俩呀！他不让你碰，你看没看着？老板可厉害了，那天就说要掉要掉，完也没掉。这刷的，你要给他打正的了啊！不让你碰，直转圈儿，又刨着你俩。哎呀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哎呀呀呀！到时候自己就掉了吧，磨一磨。